哉好，我是云翔，不是雨翔。然后在那个现在是朋友这个阶段，那在人生当中大家都需要朋友。然后我是在国中毕业旅行的时候，我会听到这首歌，然后当下就很感动。那虽然说就听歌有点听腻了啦，但是就是最近仔细听就发现，就真的还是很感动，就是会回想我当初还有现在，就是都有很多的朋友这样。所以现在就跟大家分享这首《分享》。
谢谢。好。